如果赖清德当选，台海非常可能陷入不安。各位乡亲啊，你希望咱台湾也陷入战争的风险吗？ 一定赢，一定赢，台湾一定赢，一定赢，台湾一定赢。我主张是务实交流，捍卫国安，保障人权，坚持台湾的未来。2350万人的决定，侯友宜一世人用生命搞台湾。 我第一性很紧张，然后我想说我要把我神圣地票就给侯友宜，三号侯友宜。因为其实家里本来就是偏蓝的，然后我又觉得侯友宜的政策跟我比较相符合。 一定要赢，绝对要赢，这就是我的希望，我的愿望，我希望台湾是很 peace 的，很和平的。我认为。 不管怎么样，要有交流，交流的话，大家和平相处，这样子对老百姓是比较好的。努力的吹票拉票，让侯友宜前进总统府。侯友宜当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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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谊友谊侯友宜当选，当选当选侯友宜。谢谢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 谢谢。